家里供奉的佛像旁，是否可以供奉啊？变法界虚空界，众生之往生莲位，可以。香炉与供水，是否需要多准备一份？不需要。 尤其住在这个都市，都市里面现在都是公寓房子，这个香烧太多的话，空气污染，这个要注意，在公寓里面，一支香就够了，最好用短的香，现在有这么长的香，用这个就可以了，不要用长香，尽量减少污染。